奴らは手を組む気でおるな。天もすでに暗くなっておる。あのチージワンは何の武器もない。殿、ご覧ください。道昌門火星拦住他们，这酒是苦的。他是不是说过这酒喝不醉？师弟他喝这个酒，便如昔日勾践卧薪尝胆，是为了自省。余帅，你早已知道。这个葫芦我见过，师父抱病之时，我去庙中探望，在屋里的桌案上见过这个葫芦。师父是出家之人，从来不喝酒，哪来的酒葫芦？一问才知道，我还有一个不愿认我的师弟。既然他不想见我，我也没必要在寺中多留。直到在平海卫见到这个酒葫芦，才知道原来是他。如果欧阳兄还在，一定会认余帅的。没关系，他不认我，我认他。原来这酒里还真有苦胆。如此说来，这酒不是用来醉人的，而是用来醒人的，为的是不忘扫平倭寇之志。
欧阳兄生前曾经把他的108颗佛珠拆了，供我祭时之用。如今昔人已去，也该把这个佛珠还原成108颗佛家之物的样子，随其安葬。不必，要葬就葬那70颗军用实祭吧。再怎么说，佛缘再深，必定还是个将军。 欧阳将军和平海卫殉国的僧兵，到底是该按佛礼葬，还是按军礼葬？欧阳兄出身佛门，死于军阵，应以佛礼护化，再以军礼安葬。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就依袁静之见。 戚继光，你悔不悔？悔不悔？仗义然打了，也打胜了。乡亲们，听我说两句：文死谏，武死战。古训就是这么说的。文臣有一种上奏，叫死谏。 官，有一种出征，叫死战，都是置敌于死地，也置己于死地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大丈夫之行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戚家军不是我戚继光的军队，是大明朝的军队，他们不是为我一人之将领而战。 大明的存亡而战，为百姓的安危而战。这一仗是不能打，但是该打。该打的仗就要打。对，铲奸除恶是天理，杀倭平寇也是天理。我戚家军行的乃是天理。 誓以为志，我戚继光至死不悔。赵忠诚，时辰也差不多了，行刑吧。时辰已到，问斩。刀下留人！于大帅，你官拜福建总兵。 戚继光是我浙江的将，就算罢了官，依旧有我浙江巡抚节制。这一刀，你拦不了。哼，戚继光抗倭杀敌，为浙闽两代的居民拦下了多少刀？这一刀，我拦定了。对，你别忘了，两地总兵司连是什么罪过？哈哈哈哈，一家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我不怕你这罪名。 恒宇之战，老夫就是这么干的。如果怕，就不是我于大勇。对，说的对，是的。亡命棋牌在此，你再目无王法，老夫连你一起斩。嘿，慢着！这两个人，我看看谁敢动。仗是在我们福建打的，这里是福建的地界。 对吧，父老乡亲？对对对！
大家放心，有我谭伦在，浙江巡抚的亡命棋牌，他就下不了这刀。今天老夫一定要斩了戚继光！你敢？你们反了！你敢抗命？不能杀！放下！亡命棋牌在此，谁敢阻拦？ 一律问斩！开斩！谁敢？别动！于师傅，司礼兄，圣旨到！圣旨下，戚继光接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着戚继光官复原职，任浙江总兵，率本部兵马出兵援闽，收复失地。旨下之日即刻出师，钦此。谢皇上！臣领旨谢恩。等等，旨意未到，亡命已违。就算来了这道圣旨，戚继光也难逃一死。敢问上臣，这道圣旨是圣上何日所拟？此夜初三。哦，那就是半月之前了。谭大人，此问何意呀？赵忠诚，半月之前戚家军尚在浙江。裴玉，你说说看，严嵩做了20年的首辅，他最可恨之处为何？擅权、贪墨、滥杀忠良。将于大猷跟谭伦派去增援戚继光了。我老了，恩师，您未老。嗨，这人老心也老了。说说戚继光吧。这个家伙打仗向来主张算定战。你从来不过问此事，兴化之战，你为何如此？戚继光战略已经上报兵部，我看了。可是他太急于求成了，他急着肃清倭寇，所以才出其险兵，想打一场歼灭战。可是严党初定，朝中不稳。平海卫之战后，皇上虽然又启用戚继光，所以戚家军不能败，只能胜。你认为兴化之战有几分胜算？戚继光此举本来就是刀尖上起舞，谭伦跟于大猷他们的人马加起来才不过1500人，杯水车薪呢。我们做内阁的也只能将事情做到如此了，余下的就要看前方的将士们了。参见戚将军。等你们许久了。李雪，你在军中已有些史，军中诸事你也了解了，这场仗你也要参加。是，我早就等不及了。这是我们和倭寇的最后决战，你和杨文的任务很重要。由于时间很紧，我只说一次，兴化被倭寇占据，
城门坚固，且四门都有我大明的火炮，如果强攻势必伤亡惨重，且无胜算。无胜算的仗我是不会打的。杨文、林雪、胡守仁在。这次戚家军的兵力是10000人，你们率8000主力由东南绕过新化府。戚将军，杨文不知这是为何？这是唯一的一条可以让大军行军而不被倭寇发现的道路。途中你们要经过无人的沼泽和密林，经过新化府之时，胡守仁在。你经过新化府时率1000人守住新化到赤血滩的要道，你的任务是死守，谨防新化府派出的援军。是。杨文、林雪，你们继续前进，前往赤血滩，这里将是最后的决战之地。七爷，为何要选择赤血滩？难道倭寇会放弃坚固的城池吗？新化府城内也是10000兵力，10000对10000，他们势必选择死守。如果12000，长谷是个赌徒，他肯定想要吃掉我。诱敌？对，诱饵是我。我率赵监军大成2000人打着帅旗一路向南奔向赤血滩，途中我会故意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兵力，这样一块肥肉，长谷势必派出主力，想在赤血滩一举将我歼灭。赤血滩是一片浅滩，向海面绵延10几里，岸极高，坡缓，水浅，他们无法用五风船在海上对我进行夹击，所以我会在赤血滩展开兵力，用鸳鸯阵背水布阵，死死地缠住敌人。而我和林雪要做的就是带领余下的7000大军绕到赤血滩的背后，前后夹击倭寇。对，我们要的就是一场歼灭战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此战的关键是时机。这2000人最多只能坚持1个白天，时间再长了有可能会覆灭，所以此战的胜算就在杨文和林雪的迂回上。我说完了，有疑问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们各自下去准备，1个时辰以后全军开拔。得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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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戚将军，请说出剩下的安排。你如何知道我还有计划没说？赵某是文官，和你手下那些百战百胜的将军不一样，我想问题往往是先考虑最坏的结果。我想将军为了不影响士气，还有安排没有说，告诉我，我来办。那你来说，我听听。请将军把军令交给我，我猜这军令一定是给福建水师提督的，此刻已经盖上了您的官印。命令是让福建水师出动一切可以出动的战船，绕行出海口，堵住倭寇逃往日本的道路。我们跟五风船队的决战就在这次。大河，你不愧是胸中有帅才，我确实是这么想的。全力で抵抗しますか？何か言ってくださいよ。戚继光もこれで終わりじゃ。ごめでください。3000騎を預ける。お主はリンルンシーチャオの北側で奴らを待ち伏せしろ。李秀一旦にたどり着くこと、そしてもう一つは攻めることをやめ、3日3晩かけ遠回りして
信州谷にたどり着くことじゃ。どちらにせよこのわしの手で奴の首をはね飛ば。これまで長い間ずっとわしらはチジグワにやられっぱなしだった。この千歳塾の機会を絶対に逃しとはならん。跟着跟着，快点快点，快，必须得是实诚。这样吧，我带几个人再找几个老乡过来。等等，这样不行。别说此处大雾，没有散尽，你对周边地形不熟悉，就算你把人带回来了，也不一定有十成把握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哎，我说实话吧，我没有七成把握，只有五成。林雪，你怎么想？等雾散。不行，戚将军打的是算定战，每一步都环环相扣。如果我们现在出发，还有五成把握；如果再晚的话，恐怕连这五成的把握都没有了。老乡，我们信你，带路。好，将军，请。拿过来我看看。行军图，去把那个向导抓过来，我要审他。戚将军，看这架势，倭寇来了八九千人，新化城他不守了。长谷堪助是个赌徒。お下手になってるに違いない。攻め方よ。
所有人听令，准备战斗，布阵。这可怎么打呀？这么小的岔路，别说鸳鸯阵了，三才阵也展不开呀。不行，我们得绕行，在这儿打根本就过不去啊。不能再绕了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耽误了一天的行程，如果再绕，没有两三天的时间根本赶不到赤血滩，必须突破石桥，过了桥齐行军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听我命令，第一阵五分队上。杨文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炮弹用尽了。那七千人，就是暗打铁骑也挡不住，一定出了变故。什么样的变故能挡住他们？七爷，来不及想了，天快黑了，要么趁夜色突围，要么死守待援。前に、わしらはあらかじめあらゆる策を練っ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らん。だが一旦戦が始まれば。そうたやすが先を見通しておる。それは難しい。だがまことは全力を尽くすに違いない。知事ワンが橋を突破する前に奴の首を落とすんじゃ。でも大川君が。わしとまことの二人にはよく分かっておる。生きては多分二人で会うことはないじゃろう。